廖乾坤啊，啊你嘛来这摆天马大哦？是啊，我是来这摆，啊你嘞？当然嘛是来这摆，啊那无，大林哥他们怎？啉酒呀？用这么好的酒来摆摊嘛，大哟！哎，你嘛算有心的吼，搁知影大个爱啉这款的。啊，就一罐烧酒尔，有钱就买有啊，电脑算啥？无参像你啦，你搁较有心，我真正跟你袂比的。讲三四十年啊，大应该早就投胎转世啊。反正即摆搁结婚，生一只囡仔，一家好咯。再来这摆哦，最近真心意啦，无一定爱传什么祭品，皆拢是我的人哦，在安慰家己尔。人讲哦，冤屈过往的人，死唔冤屈，伊无可能真紧就投胎。伊吼绝对会留在世间，看冤仇人接受着报应，而且甘愿阁继续流落落去啊！阁较莫讲大阿姨是冤枉死的，而且伊规家祖爸强操因的，伊大个性怎会着？你想，伊敢有可能讲放下就放下？你讲的嘛对啦。像咱家做细汉的哦，总是希望大个当放下，你透位啊嘛吼，莫甲你白定死了。当初就勾结泰国帮，害死大个。你变什么？甲天霸大个方面门的罪名，杀到我头壳顶啊！我唔是你会当凊彩骂我啊！你就是白骨啊！我看你廖乾坤哦，故意去用破杯较紧啦。你来破杯看卖，看凶手是不是我？是要破什么杯啦？哎，试一下嘛。事实摆在眼前啦，是要破什么杯啦？我看到无，新杯啦。对。这冤仇，那是一定要报，请你我一个信杯。信杯，爸，你有灵有神，到这摆冤仇还要报，你一定足唔感恩的对吧？我看到无，信杯啊！这酒真也袂歹呢，天马大爱，去给你摸，上少无啦。我着和你好兄弟陪你做伙啉啦。讲，我甲家己送上门来祭拜天霸大诶，即马是想要大家个名来祭拜。你竟然敢伫大面头前，也阿那甲赌，你著甲动手啊！我啥做袂当。既然你想要甲天霸大诶，讲一讲做记，我都心存你。你爱能够他位，我咪替你超好势。我连大个甲细汉两个，你都你直接做伴啦。
对，有看到无？我到即阵，还阁规丛好好徛伫遮，过了真好。你在天之灵，一定替我欢喜对无？喂，我绝对没有办条款，我小白小哥，你等你看，我绝对替你报销。慢条案，慢条案，一点点仔微烟，都让你睏到不知影人啊！这么简单就讨你的命，实在足无挑战性。刁万，你把刀剁入去我爸的身躯顶，亲妈，我恨你！是你带客妹来的，先别讲这个啦，你先别冲动啦。啊，咱不是讲好啊，要豆豆零至万条万，啊，千万唔通这么紧就甲收掉啊。我已经等袂赴啊，今是阮爸做忌的日子，我今日就要替万条万的命来帮阮爸。这个刀不能来，你若无收手，我这个手就废了。煞轻啊！腰底都已经受伤啊，你卖去坚持啊！我，你敢讲一定爱安尼，照你家己意思，你无要听我的话吗？好啦好啦，今日腰底送去病院，甲康瑞天天，啊，若无费老兄，那就出大事呢。来来，进去。来来来来，等我，有点伤处理好才好讲，行。是讲，啊，你叫我客妹遐尼久啊，你是安那，你拢无讲啊？我哪会当甲客妹讲，我为着要报仇，把伊的查某囝送落山脚，真正的第数原因为安尼，生死不明。一个假的地锁的，电到来搅乱客妹，让客妹伤心艰苦。你讲啊！我，啊，你即马是在创啥？我执行这个计划，嘛是为着要利用你的资源替我家己报仇，是我唔对。我不应该欺骗这么疼惜我的人，是我不对。别！哎呀，我啦，雪晶啊，你啊，免为着这个代志哦，伫遐咧自责啊。哎呀，你就较早讲的，我会将我所有的资源啊交予你来对付万条万。
还阁客白，我知影你有你的顾虑，因为万条湾是你外孙的爸爸，就算讲你要出伊的性命，你嘛无法度用尽粗残的手段来对付伊，因为我知影你也唔甘你的外孙艰苦。无唔对啦，也毋过对付万条湾迄款人啊。就算讲啊，你用什么粗残的手段啦，迄拢是伊家己做得来的。也不过啊，我就是有私心啦，我就无希望啊，我的查某孙啊，心内有什么遗憾，所以啊，我就安尼弯弯翘翘跳过伊啊，乌一个空，予伊家己跳。特别，你敢会以为？我甲万条湾有私人的恩怨，我都向你报告。我逐摆拢批评万条湾，你敢会感觉伊无应该因为我偏见的报告，无应该失去伊的性命？唔是，哎呀，你和我的报告拢真客观哦，啊你。你内底个讲到万条湾的代志啊，哎呀，对袂着啊，伊十分之一的歹啦。我迄个时阵啊，我的法庭啊，完全是因为啊，我跟阿素完啊，伊的伤心哦，我干那想着我家己啊，想要加看到素完几面，我完全啊都无想到你心内艰苦。那是我对不起你啊！无，客伯，你无对不起我，是我无顾你对我拥有之恩，我问话你这么重要的代志，我阁欺骗你、利用你，把你当作是我报仇的工具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若无想要讲，以后我袂阁问起啊。上无今仔日。大家拢知影真相啊 ！Boss 嘛，愿意把伊当作亲生查某囝来对待，可以当放心。以后你只要知影，不管遇到什么代志，你的身躯边都有人陪伴你、帮助你。唔啦 ，Boss， 也够我。他是讲。你只是要跟我同齐对付万条湾，你为你的小妹报仇，我为我爸母报仇，安尼咱会当做伙。也毋过除了一点，我无任何的交叉。是安怎，搁要讲出这款话？咱讲连我要做你的朋友，你拢要拒绝？朋友。对我来讲，不管是什么朋友，拢只是会去我拖累尔。我唯一的目标，就是要替阮爸母报仇。但迄天，我亲手把万条案抬死了后，我嘛会付出我应该付的代价。所以，我袂当有任何感情的挂碍，不管是感情还是家庭。都会影响我不顾一切向一个决心。真正的感情是会当让你不顾一切向前的时阵充满勇气。别再跟我送过了，我要让你知影。不管你遇到什么代志。